也不不是姻缘啊，缘分要说是因为这件事情吗？他们应该比较被我吓到，因为我就会直接扔在那里，没有要回答的意思，就对。我就会嗯。徐兰芳下傻，亲任交往细节赞王少伟自律，只有齿恩聊天。那未来有发展的可能吗？就继续认识下去，谁不会犯错？我只能跟他讲说，谁没有过去啊？每一个人都有过去啊，过去的事情就是勇敢面对，然后就好好的站起来啊。有最美博士称号的徐兰芳，去年卷入不伦恋风波，正因为如此，和王少伟有了交集。他那时候一开始问说：“你还好吗？有什么事？”因为一开始他以为是我这边的新闻，用他来要压前面那一个。我心里还想说，有我有必要就是？对啊。为什么是那最重要？为什么要跟他传？那最让你走心。嗯，最不能接受的，对吧？类似这种，因为我就会觉得我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也不能说他们讲错，因为就那个故事片面性的时间性看起来，就是婚姻，然后有一个人在那边，可能媒体也不是故意的吧，毕竟每个人都有他的压力在。那如果这样子写可以达到他的目的的话，那就算了。我就这样想一想，我自己反而舒服一点。那时候有想说要退出这一行，因为我都没有进入过啊。反而是因为这个新闻，才让我开始想说，我有在这里面吗？他说我没有进去过，怎么会退出呢？然后我还问我朋友说，你会不会觉得会看腻？他说你其实还没那么红。我说好，那这样就好了。我是怕人家看腻就不看我的东西了。哦，跟王少伟的。也不是姻缘啊，缘分要说是因为这件事情吗？哦，他有讲过啊，他说你们因为这个事情走分，对，现在是还在追求的阶段。他也没有，也不是追求吧，我觉得就是聊天啊，他也没有追，就是聊天啊。可是他被小叶问到说，他也没有否认跟你有进一步的可能。所以都他在讲啊，所以我都很难回。不是，我太明显的发现你要追我的话，我就会不喜欢了。我喜欢认识我之后才喜欢我的人哦，就是日久生情的那一种。对，而且我的私下跟荧幕上其实是有差别的，所以如果一开始你就让我感觉到你要追我，那我只会感觉到你喜欢的是那个工作上面的那个我，可是私底下我就是很呛啊，都没有让你感觉到有被追求的状态，反而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有办法跟他一直聊天。那这样就是会发展啊，时间问题而已啊。发展不排除吧。嗯，不知道会怎么发展。他跟谢欣你会吃醋吗？不会啊，他的朋友，他这么多女生的朋友，而且他其实是蛮自律的男生哎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吃醋。我觉得他这方面倒是让我蛮欣赏的。